你咋跟上来了，路易？路易，你起来！你别和路易照镜子啊！那个路易怎么一看我，玻璃里的什么映出来的是这么一张脸，黑白脸儿，哎呀，偶像！哎呀，偶像那个小雷达在那发声呢，哈，咕噜咕噜的。路易是要进来吗？英俊起来我开门看看。来吧，路易。好嘞。哎呦去！哎呦，竟然上楼梯了。你看，大家老说看不到，哎呦，咱就看一下。哎呦，哎呀，嘿嘿，吓一跳哈。嘿嘿，好的，长公主。现在是晚上11点多了，上来看看这些猫。都在休息，可能我一上来，他们就都跟着上来了，都在这屋呢哈。大部分猫在这屋了，是不是这屋稍微暖和一些？昨天地热来了，然后不热，上水下水都不热。我把楼上楼下都排了排水，放了放气。哎呀，忙活老长时间了，每年来气儿。都不能就立刻就让你享受到那温暖的地热，看看大帅怎么样呢？大帅怎么这么能待？哎呦，哎呦，大帅，大帅怎么样？大帅，大帅还打喷嚏吗？吃了2天药。我摸摸头啊，大帅，身体应该是不热。丁丁，丁丁，还哈宝宝。昨天我放暖气，可脏了。我光放那个里面那个黑色的渣子啊、沙土啊，放了1、2斤。我放了好几个小时，我一直放到5点多，因为需要排水嘛。这边就甩个管到这个屋了下水，这帮猫就进库房里了。我排完水都5点多了，最后李宝和顶顶还不出来，我怎么叫也不出来。我跟他们等到了6点多呀，凌晨6点多，Oh my God！我只能拿东西敲，咣咣咣咣敲，他俩才跑出去。我看他们有没有忏悔的表现。完了，我去看顶顶，顶顶藏在小箱那里头，还哈我呢。他做贼心虚了。顶顶，顶顶，你来，你还哈我不？顶顶，顶顶，这家伙不亲人，这是颤颤路易，颤颤颤颤在喝水。这个里面那个小水泵总是被他们这个不要脸的玩意儿叼出去，主要是李宝，他老瞅那饭相。我拿那不干胶给围一圈，这回应该叼不出去了。有时候给叼出去了，我在楼下就听着那个小水泵在那，就在那干叫。暖气吧放完了，上水可以，回水还是不行。不行的话，过几天再想办法再放。你说颤颤喝水呢？你抢过来了，颤颤也可以喝，颤颤主要脑袋大，里边脑嘴尖占优势。我一嘎子上来了，昨天放水给我累坏了，先头一盆一盆的端，后边端不起了，太多水了。后来接个管儿吧，往那个水池子里下水道排。这屋是稍微有点热了，起码不把手了。啊，从昨天到现在，这腰还有点累的，没歇过来。灿灿，哎，好嘞，这视频拍到这儿了。嘿嘿嘿嘿。